各位，我梁思齐。內地宣布加強對未成年人士在網絡世界的保護，包括在手機應用程式建立未成年人模式，按年齡推薦符合的互聯網內容。內地未成年網民多達2亿，為了防止未成年人士沉迷網絡，國家網信辦發布關於建設互聯網未成年人模式的指南。指南提到，鼓勵手機應用程式等共同參與未成年人模式建設，包括允許用戶限制未成年使用者每日上網的時間，以及是第一次提出按年齡層推薦符合年齡的內容。例如在未成年人模式之下，会向3岁以下的儿童用家推荐儿歌、启蒙教育等的亲子内容，8岁到12岁就推荐通识教育、知识科普、有正向引导意义的娱乐性内容，12岁到16岁就推荐学科教育、生活技能等的内容，以及符合认知能力的新闻资讯。内地家长有什么意见呢？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现在虽然是比如说这些各种娱乐性的这些 app 点开都有提示，但是有的父母我觉得他不会刻意的去把它就选这个模式。实际上他需要学习的观看的哪些内容都是设置好的，就不会给他看那些属于他这个年龄阶段的嘛。专家就认为按年龄推荐内容有助小朋友尽早建立正确的价值观。3岁基本上他是对那个世界呢，我觉得是没有抵抗能力、分辨能力的。3到8岁就开始形成他价值观的三观的时候，就如果你是有不良的信息给他呢，他可能会产生一个扭曲。国家网信办形容，建设未成年人模式是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一项重要举措，会继续指导企业不断改善建设方案。无线电视记者曹嘉明报道。内地公布在9个省市设立外商独资医院，国家卫健委和国家疾控局等4个部门印发独资医院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工作方案，宣布允许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福州、广州、深圳和海南岛设立中医类外的外商独资医院，并对试点条件、管理措施作出规范。相关部门表示，选址从医疗服务需求、管理水平、促进外商投资等角度上考虑，将有利推动医疗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引进国际高水平医疗资源。而外商獨資醫院和其他醫院服務是互補關係，不會對民眾基本醫療服務有太大影響，也不會令到其他醫院流失人才。第11批在韓戰陣亡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遺骸安葬儀式在遼寧沈陽舉行。志願軍烈士遺骸安葬儀式現在開始。儀式上午大約10点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園舉行，軍樂隊奏起思念曲，通道兩側的解放軍軍人持槍肅立，解放軍儀仗司禮大隊擔任禮兵，護送放有陣亡軍人遺骸的軍國進場。奏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参与仪式的各界代表中包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短道速滑运动员武大靖，并且由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读出祭文。中华军民锦衣鲜花雅乐。现场人士向官国行3鞠躬礼，一鞠躬。禮兵以鸣枪礼最高礼节鸣枪12响致敬。冠国其后在禮兵护送之下，围绕广场半周再送入烈士陵园安葬地宫。中国自2014年起已经在南韩接回981具阵亡军人遗骸。
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日前表示，会尽快提取今批遗骸的基因资料，并且纳入数据中心，以便确认阵亡军人身份。无线电视记者陈雪怡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说，中方对尼泊尔友好政策始终如一，中国是尼方发展振兴道路上可以长期信赖和依靠的伙伴和朋友。王毅昨在成都会晤尼泊尔外长阿祖的时候说，两国1955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积极进展，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建设迈向深入。中方高度赞赏尼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中方同样坚定支持尼方维护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阿祖说，尼泊尔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西藏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利用尼泊尔的领土从事损害中国利益的活动，反对他国干涉中国内政。翻嚟新闻时间，呢次先睇下财经消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44,910点，升188点；标普五百指数报6,032点，升33点。其他消息，特区政府邀请多间企业，包括本地多个发展商，到北部都会区实地考察，超过80间企业签署意向书支持，当中40%另签参与书。涉及超過1,000亿投資。中聯辦主任鄭雁雄話：香港工商界應該做好局中人，唔做旁觀者。我哋先睇下簽約嘅詳情。現在我們有請各位企業代表在意向書上簽名。多个本地和中资企业等的代表和特首李家超午饭过后，下午在政府总部签署支持北部都会区的发展。签署文件分一般意向书和企业参与书两类，有85间签署意向书，包括多个本地发展商，例如恒地执行董事黄浩明、信智副主席黄永光、长实、新地、新世界、汇德丰地产等都有签字。多间签署的银行就包括汇丰、中银香港、东亚、渣打。中资企业就有华润置地、腾讯、中移动、中国联通、物流业的龙头顺丰等等。科技就有腾讯、商汤、阿里云、生物科技公司中生制药，亦都有多间建筑商和公用事业公司。至於簽署企業參與書的就有35人，並不是所有本港發展商都有簽，簽署的包括恒地、新世界、匯德豐地產、九龍建業和中資的華潤置地，涉及企業之間32份合作協議，總投資金額超過1,000亿。當局預計北都未來10年有大約21万个住宅單位完工，會興建2條新的跨境鐵路，連接前海和河套區等等。之前已經話會推片區開發，加快發展和減省政府的財政負擔。有大局視野的商界領袖一定已經看到北部都會區是一個充滿希望、前景亮麗的未來。今日的活動彰顯了特區政府決心帶領社會各界和市場參與，共同發展北部都會區的願景。香港工商界应当当好局中人，不做旁观者，主动参与特区政府的4点措施，同心同行，建机制，搭平台，推项目。古往今来，一呼而百应者胜，得道而多助者强，广泛支持，积极参与，那将会迸发出无穷的力量。北部都会区开发是香港创新发展的重大行动，是经济增长点所在。他强调工商界应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政府公布3个片区开发的细节，其中粉岭北率先是出年招标，预料10年或者更短时间之内完成。发展局预计可以悭翻10几亿政府财政支出。
多间企业代表朝早在政府总部集合，去到北部都会区视察。中联办主任郑雁雄亦都有随团，顺治、恒基以及系汇德丰都有派代表出席。它也是未来香港创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考察团先后到过河套区港深创科园，以及系洪水桥下村等等，了解片区开发等等嘅细节。发展局同日亦都公布三个片区试点开发嘅细节，以新田科技城嘅片区面积最大，有18.6公顷。其余依次序是占15.9公顷的粉岭北和12.5公顷的洪水桥下村。不过招标时间就以出年粉岭北和洪水桥下村先行，新田科技城仍然需要收地，预计2026年才招标。每个片区都要起私人住宅、产业和道路等等的公共设施，当局会提出最低要求。私人住宅用地面积由大约2公顷至大约6公顷，占相关片区总面积大约1成几至3成几，地积比最多是6，其中粉岭北的大部分都是接近梧桐河，但距离东铁上水站要大约6分钟车程。洪水桥下村的私人住宅就最近港铁站，新站洪水桥预料在2030年启用。新田科技城的私人住宅面积是最多，有大约6公顷。三个试点的产业大楼以及政府用地等等，一般都是平整，兴建完就要交还。不过政府提出部分试点好像新田科技城，发展商可以思考同政府共同出资兴建和营运。发展局就说地积比率等等可以再改，但要城规会通过，不过土地用途比较难更改。而今次招标采用价高者得的简单形式，相信有一定吸引力，认为项目并不是巨无霸，预计建筑成本大约100至200亿，可以思考分期比地价或者前期比较低的地价，日后同政府分红。审批标书的时候亦都会考虑投标者的财政状况，设机制防止烂尾。今次政府是有一个很开放的思维，在想一些很新的尝试，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之好。其实我们都是会等政府是来的这几个星期会有些 EOI， 当政府有些 EOI 出来的时候，我和我团队是会是积极地是研究。中银香港就说和9间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合作金额超过200亿。无线电视记者吴家谦报道。政府计划明年开始规定健全的失业综援申领人需要参与无偿工作，不符合要求将会被扣减受助金额。有学者和议员建议政府应该加强现有就业支援服务，协助他们重投劳动市场。年届50的邓先生大约在2年前申领综援，现在每个月只是有几日有工开。我这个年龄是最尴尬的，做多几年又退休，人家请不请你呢？不是说不想找事做。他都有参加政府为健全的失业综援申领人设立的就业支援服务，由社福团体协助找工，不过服务在明年9月就会完结。根据社署资料，这项服务当中成功就业和就学的个案可以重返职场或者校园3个月，成功率只是有17.9%。如果这17%的人他本身是有几严重的，就是心理障碍，这17%的人是属于年长的工人。如果非政府机构能够成功地帮助他们去就业来讲，是很难得的。我们的焦点应该是看看如何改善现在计划，给多些资源。政府在明年10月开始试行为期2年的失业受助人士支援计划，参加者每星期最少要参加1个钟头的无偿工作，涉及大约16000人。当局希望他们多些接触社会之后，有助重投劳动市场。如果符合不到要求，政府会扣除受助人7日的综援金。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认为，政府应该着眼改善现有的计划。单靠这样安排一些无偿工作给他们，而不去做的时候就扣减综援，其实对于他们去真正重投劳动市场找一份正当的工作，其实就还更加困难的。我们都是希望维持过往那种，即是有社工支援啊，去到支持他们去找工啊，或者真的介绍一些工作给他们啊，这样。因为如果只是靠他们自己去找呢，可能就是比较困难一点。他建议政府主动联系大企业提供职位给失业人士。无线电视记者赖君瑞报道。
香港觀鳥會普查推算，全港有22,200隻麻雀，比去年減少大約20,000隻。普查在今年5月5日至18日在全港18區進行，最多麻雀聚集的是屯門區，其次是沙田和深水埗區。推算全港麻雀數量比去年少 8.6%， 比2016年第一次普查時候的300,000隻更加少了近30%。觀鳥會說麻雀數目減少的原因未明，但舊區重建等工程都會造成影響。歡迎收看《世界觀》。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普加強打擊強效止痛藥芬太尼問題，威脅向中國、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貨品開刀，加徵關稅，以遏止芬太尼非法流入。到底芬太尼濫用問題在美國有多嚴重？若果中加墨三國採取報復手段，會不會掀起新一輪貿易戰呢？ Now we have a new president, Mexico.Supposed a very nice woman, they say. I haven't met her. And I'm going to inform her on day one or sooner that if they don't stop this onslaught of criminals and drugs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I'm going to immediately impose a 25% tariff on everything they send in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普兌現他其中一個競選主軸承諾，加大打擊移民和毒品問題。星期一在社交網站宣布，將會在明年1月20日，即是他上任的第一日，向所有由墨西哥和加拿大入口美國的貨品徵收25%的關稅，直至這兩個國家加強打擊芬太尼等的毒品和非法移民越境問題。特朗普又批评中国未有履行承诺，遏止芬太尼流入美国，将会向所有中国进口货品加征10%的关税。芬太尼是一种强效合成类鸦片止痛药，效力估计分别是海洛因和吗啡的50倍和100倍。由于制造成本相当低廉，在北美被不少人滥用，成为社会严重问题。根据美国政府数据，芬太尼是导致18至45岁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去年有近75,000美国人因为服食过量合成药物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死于芬太尼。特朗普和不少共和党人将这个国内问题伸延至外交，指责墨西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芬太尼走私。美国政府又认为，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大多数原料来自中国。路透社今年较早时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化学物质都是伪装成低成本商品运去美国，逃避检测。这些原料之后被贩运到墨西哥，贩毒集团再制成芬太尼，并且走私回美国。中国国家禁毒办公室就曾经说，中国不是美国国内芬太尼类物质的主要来源。公安部去年亦都将制造芬太尼的3种前驱化学品列入加强管制清单。在北京，外交部日前说芬太尼是美国的问题，中方本住人道主义精神，为美国应对芬太尼类问题提供支持。有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若果特朗普落实加征关税，企业可能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大幅提高食品、汽车和其他商品价格。People are really, really worried about these tariffs because it's going to cause huge problems. It could actually shut down a lot of indust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could actually put a lot of U.S. businesses out of business.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毒品政策专家认为，如果特朗普加征关税，可能触发贸易战，到时中国将会被迫退出合作，适得其反。有美国医生兼成瘾专家表示，要打击毒品问题，除了关税之外，还要采取其他政策，包括更易获取治疗药物，并解决根本成瘾原因，例如未经治疗的精神疾病和社会经济因素。我哋下星期继续世界观，观世界。
大家好，我夏子欣。星期日開始，深圳恢復赴香港旅遊1000多行個人遊簽注，並擴展到所有深圳居民。旅遊同零售業界都歡迎新安排。政府就指示各部門做好準備，確保口岸等嘅設施運作暢順。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宣布，经国务院批准，深圳12月1日起实施赴香港旅游1000多行。除了600多万深圳户籍居民，持深圳居住证的非户籍居民都合资格申请，合共大约1800万人口，一年内可以无限次往来香港，每次逗留不超过7日。深圳1000多行早在2009年嗰阵曾经推行，不过衍生水货客等问题，到2015年收紧为一周一行。上水当年曾经受惠1000多行，药房、金色店林立，而家就有唔少吉铺。自由行旅客可能重临，街坊有唔同睇法。多啲人行啊嘛，个市面好啲咯，唔使成日执晒全部。人哋大陆有仲多啦，嗰啲咩山姆啊，嗰啲咩都有得卖咯。可能会开翻晒噶啦，啲嘢咧，啲摆晒喺街度啊，佢即系周围摆啊，嗰啲咁嘅夹啊，咁啊，我哋放嘢啊，咁都会始终都有啲影响咯。零售界立法会议员相信，内地旅客消费模式已经改变，唔会重现当年嘅问题。冇以前。以購物為主的目的，第二就是話，而家好多旅客過嚟都喜歡深度遊，在18區咧唔同嘅地方遊歷，同以前集中喺一啲旅遊旺區咧，或者一啲邊境嘅地方話咧，個情況會有很大改善，對於居民嘅影響咧都會減少好多嘅。行政長官李家超感激中央政府有關部委積極研究，加速推進，短時間內落實措施，帶俾特區好消息。政府已經召開跨部門會議，統籌同指示各部門做好準備，確保到時口岸、旅遊設施同公共交通網絡等運作暢順。旅遊業界希望借今次契機，加強向內地其他城市宣傳香港。內地旅客嚟香港呢，基本上係好多都係以深圳作為一個集散地嘅。如果我哋響同深圳呢方面加強合作，以至到我哋香港嘅好多嘅旅遊產品各方面又好，或者其他不同類型嘅服務啊，我哋好多嘅城市節目各方面，深圳人了解咗之後，佢哋即係有好嘅口碑嘅話，佢可以能夠幫我哋擴散到全中國。旅發局就聯同跨境巴士公司同港鐵等提供多項優惠。無線電視記者翟鉅文報道。为吸引更多深圳旅客访港，旅发局联同公共交通营办商等提供多项优惠，加大宣传深圳1000多行。下个月9日到出年2月底，3间跨境巴士公司将会提供95折车票优惠，涵盖粤港路线。同日起，港铁将会向深圳赴港旅客提供10元人民币高铁票价优惠。电子支付平台支付宝同微信支付就会推出深圳旅客访港优惠券。旅发局话，同时会加强社交媒体宣传。主席彭耀嘉形容，新措施为深圳居民赴港提供更大的方便，拉近两地人民交流的距离。有深圳居民话，消费模式转变，有1000多行亦都未必多啲嚟香港。受惠新安排的非户籍居民就有比较大的意欲嚟香港。黄子瑜喺深圳报道。深圳有過千萬外地嚟嘅非户籍居民，而家一周一行都唔可以。新措施下，即日申請1000多行就可以嚟香港。去香港看演唱會，然後就是出國旅遊，因為我覺得香港飛國際的航線是比較便宜的嘛。去香港的話，就像逛街一樣，香港人到深圳不是一樣的逛街買東西嗎？只要經濟上允許，有時間就可以去散散心，帶點化妝品啊，還有一些喜歡吃的零食啊。站價的話，它都嚴格的按那執行標準去做，這個保障好一點吧。深圳居民嚟紧星期日起可以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人工窗口或者智能签注设备申请办理赴港1000多行签注。罗湖区政务服务中心暂时未见相关告示。有深圳户籍居民话，未必会即刻申请1000多行。去年做了一年都没怎么用啊，才去了一次，所以我这次来就办一次就够了。什么消费那边也没什么吸引。之前基本上都玩过了，对，没什么好玩的了。有的时候工作会到那边出差，所以我是1000多行的，然后其他的也没有。我现在没有刻意的去香港那边，因为疫情已经改变了人的消费方式。
深圳市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人工窗口星期日放假，有需要的居民可以到24小时智能签注设备申请。星期日起亦都唔再受理赴港一周一行签注申请，已经签发嘅一周一行签注有效期内仍然可以继续使用。无线电视记者黄子瑜喺深圳报道。另外，珠海市户籍居民出年元旦起可以申请办理赴澳门旅游一周一行签注，喺一年内每个星期可以去澳门一次，每次逗留唔超过7日。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户籍居民和居住證持有人就可以申請辦理赴澳門旅遊一簽多行簽注，在一年內可以不限次數往來澳門地區，每次逗留不超過7日。10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按年跌2.9%，連跌8個月，不過跌幅比9月的時候收窄，零售業界認為一簽多行的效果有待觀察。十月有國慶黃金週，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為329億，按年跌2.9%，同九月6.9%比較，跌幅有所收窄。各主要類別入邊，跌幅最大嘅仍然係珠寶、鐘錶同名貴禮品，按年跌近1.1%。百貨公司、衣物、鞋類同有關製品分別錄得近10%跌幅。包括汽車同汽車零件、家具等在內嘅內用消費品升約50%，當中電器嘅升幅達到17%。期内减咗烈酒税，酒类饮品同烟草按年升37%，升幅最多。截至十月底嘅3个月，同先前3个月比较，经季节性调整嘅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上升0.7%，而总销货数量嘅临时估计就下跌0.4%。深圳即将恢复一签多行，零售管理协会相信有助带动旅客访港，但对零售业嘅刺激作用有待观察。香港一有長假期，其實香港的居民就自然就會外遊或者北上消費，又或者甚至 weekend 這些時候都是會北上消費為主的。既然現在我們有這個這樣的情況出現的時候，我們更加希望能夠增強來自大灣區其他城市來港的頻密程度。政府發言人說，國家最近推出多項提振經濟的措施，有助支持香港消費氣氛和經濟活動，加上特區政府各項提振氣氛的措施以及就業收入增加，都有助推動市民和旅客在本港市場消費。無線電視記者葉子華報導。運輸署向百度旗下公司發出自動駕駛車輛先導牌照，涉及10架車在機場度測試。測試路段往來機場四號停車場和赤鱲角南路、途經暢達路、機場北交匯處、航天城路和觀景路等。首階段測試在指定的時段和路段，每次只可以有1架自動駕駛私家車測試，期間車上會有後備操作員。獲發牌的先導營辦商是百度集團旗下公司，牌照由下個月9號去到2029年12月8號生效。衛生署呼籲市民千祈不要服用一款懷疑未經註冊口服製品，過量服用可能導致嚴重的肝損傷。那款產品是天麻道種七葉心，衛生署在西營盤一間藥行購買樣本化驗，結果顯示是含有未經註冊藥劑，包括屬於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一部毒藥的非類固醇、消炎藥和抗真菌藥，副作用包括腸胃不舒服、想嘔同埋胃潰瘍，產品亦都驗出撲熱息痛，係屬於第二部毒藥，副作用包括想嘔、肚屙同埋肚痛，都要醫生處方先至可以喺藥房買到。過量服用可能會導致嚴重嘅肝損傷。一個66歲嘅男人涉嫌非法售賣第一部毒藥及未經註冊藥劑製品被捕。北京海關近日破獲近年最大宗體內藏毒案。一個外籍男人近日經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入境的時候，因為形跡可疑被海關截查，海關初步判斷他體內藏毒，將他帶走調查。個男人其後在體內排出123粒含有高純度可卡因的毒丸，一共重大約1.5公斤，是北京海關5年來在旅客通關的時候查獲的最大宗人體藏毒走私案。國家體育總局要求繼續做好足球界反腐工作，令到中國足球界能夠脫胎換骨。
體育總局黨組星期四和中國足協黨委和駐體育總局紀檢監察組就足球工作進行會商。體育總局局長高志丹說，要深入推進足球業反腐和行風整治，推動足球政治生態從根本好轉，在扭轉足球業風氣上持續發力，梳理並總結出足球工作突出的問題，推動中國足球業脫胎換骨，逐步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內地球壇多個高層近年捲入腐敗案，包括國足前主教練李鐵、體育總局前副局長杜兆才等人。中國南橋集團在澳洲的子公司陷入財務危機，有可能被政府終止達爾文港的租約。南橋集團的子公司澳洲南橋基礎設施2015年用5億600萬澳元，相當於25億港元租用達爾文港99年，但自接本港後經營權之後從未獲得盈利。核數師普華永道的報告指出，澳洲南橋基礎設施在今個財政年度虧損3440萬澳元，相當於1億7000萬港元。公司持續經營的能力存在重大不確定性。母公司山東南橋集團目前亦都重組債務，包括逾期的債券。如果不能夠解決債務違約問題，港口資產將會被轉售給第三方。如果在18個月內未能出售，與南橋簽約的澳洲北領地政府可以終止租約。南橋當年獲得達爾文港的租約之後，曾經引發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不滿，因為美軍經常使用達爾文港附近的軍用港口，擔心中國會收集美軍情報。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指出，九年前簽署港口租約的時候，地緣政治環境和現在很不同。南橋的財務危機令達爾文港的經營權有機會回到澳洲人的手上。無線電視記者梁永山報導。澳洲全國只有九艘本地註冊貨輪，政府擔心一旦爆發戰爭或者是國際危機，不可以依賴外國貨輪，計劃以稅務優惠鼓勵航運界建立一支懸掛澳洲國旗並只是僱用本地船員的船隊。自从2015年澳洲修改航运法，允许悬挂外国国旗的船只凭临时许可证使用澳洲港口之后，船公司纷纷改用注册成本较轻的外国货船行走澳洲航线，并改聘工资较低的外国船员，导致本地船员大量失业，而悬挂澳洲国旗并雇用本土船员的货船只是剩下九艘。澳洲当局担心在危机时期悬挂外国国旗的货船会被注册国家征用，令到澳洲的航运被切断。为了确保航运安全，总理阿尔班内塞提出设立国家战略船队，透过税务等的优惠政策鼓励私营船公司采用澳洲注册货轮和本地船员。初步的目标是建立一支12艘的船队，可以在战争或者自然灾害时期被政府调用。现时雇用本地船员的澳洲注册货轮一年的开支比外国货船高出几百万澳元，财政部正在评估如何提供财务上的协助。国家战略船队头三艘船只的招标将会在今个月底截标，出年公布合同细节。无线电视记者何英桥报道。英国运输大臣贺洛仪就11年前虚报手机被盗，向首相司纪贤辞职，是第一个辞职的国员。贺洛仪承认曾经在2013年误导警方，说夜晚出街的时候自己的公务手机被抢走，不过手机其实在家。他在法院承认虚假陈述，获有条件释放。在2015年的大选他当选议员。贺洛仪说事件令他难以专注在运输大臣的工作和推行政策，所以选择辞职。分析说对上台无奈的工党政府造成打击。格鲁吉亚总理科巴希澤說將會暫停加入歐盟談判4年。消息公布之後，首都第比利斯有民眾示威抗議，並且同警員爆發衝突。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星期四晚有幾萬人包圍國會大樓示威抗議，有民
眾以磚頭、像大批警員隨後看守國會大樓外圍。事源格魯吉亞新一屆國會當日通過對科巴希澤政府的信任投票之後，科巴希澤表示政府在2028年之前不再考慮開展加入歐盟談判的議程，也都不會接受歐盟任何財政援助。他說加入歐盟談判被用作勒索工具，而且完全不能夠接受歐盟將接納格魯吉亞加入視為恩惠。格魯吉亞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亦都被認為最親西方，但是近期遭到歐盟指控獨裁和親俄。早前的民調顯示大約八成格魯吉亞民眾支持加入歐盟，有民眾認為夢想黨此舉是違背人民的意願。無線電視記者陸子琪報導。烏干達東部暴雨觸發山泥傾瀉，最少15人死亡，仍然有113人失蹤。烏干達東部布蘭布利地區大批民眾到場協助搜救，有人用鏟和鋤頭等挖開泥土，希望找回親人。當地星期三晚落暴雨，引發多宗山泥傾瀉，波及六條村大約20公頃農地。警方表示已經聯同多個部門在當地社區協助下加強搜救，但由於交通受阻，救援的車沒辦法靠近現場，令救援工作受阻。不少民眾試圖離開，前往安全地方。烏干達前能源部長穆羅尼呼籲政府盡快安置災民。You can see all the hills, the waterfalls, you know, all over. The rains are too heavy. Let people be removed immediately. And my appeal to the people here is, let's move and stay with relatives, but let's just leave this place.紅十字會說大約40間房屋被山泥埋住，已經發現多具屍體。當地傳媒報道大部分死者是兒童。無線電視記者梁竹偉報道。